玉里镇公所第一次在玉里镇春日里泰林文化园区举办玉里慢活节享音乐游市集太好玩的活动，有46摊富有特色且多元的摊位，以及在地音乐表演者和创意体验亮点，希望可以营造享音乐游市集太好玩的无感体验，要打造属于玉里镇的地域品牌。玉里镇公所首次在玉里镇春日里泰林文化园区办理玉里慢活节享音乐游市集太好玩的活动，总共有46摊富有特色并且多元的摊位及在地音乐表演者与创意体验亮点，期许能营造享音乐游市集太好玩的无感体验，打造属于玉里镇的地域品牌。我们玉里慢活节它是第一届这个办理，希望它能够在193这个泰林文化园区能够点亮之后，它能够做很多的规划，很多的串联，就从193县泰林文化园区开始。活动主轴秉持着越在地越国际的理念，邀请玉里在地优秀的表演者展露精湛的演出，已经在玉里落地生根的新住民族群也在活动中展现多国民族表演以及异国美食摊位，能充分体验到玉里镇是个族群多元共存共荣的慢活小镇。今天有46个摊位，就是我们玉里镇上的摊位，有很多的有很多元的一个分区块的一个体验。玉里镇是一个充满生命力及让人憧憬的地方，欢迎游客一起享音乐游市集太好玩，体验独一无二的玉里限量版。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